公司账号跟密码之类的，或者答案，而且一开始会跳安全系统，所以就直接自己目标。啊，各位好，我是优格。各位好，我是 Gilbert。 那我今天我要讲的是，我要报告的是政商关系合计划。这主要是因为是这样子哈，就是因为之前那个 Ron 有做一个台湾公司关系图的东西这样子，那资料也提供给人家给大家下载。那我之前是根据他的提供的一些资料，然后做了一些分析，然后写一个 blog， 然后再一个就是有做一些集团的分析研究。那我后来有做一些简单的做了国民党的中央投资集团，还有后来龙化事件发生的时候，高雄气爆事件发生的时候，有做一个龙化集团的一个研究这样子。那不过后来就因为就开始有些人开始陆陆续续问我说，你可不可以做这个集团，可不可以做那个集团？那我觉得这样子还蛮累的，所以我们就决定要开始做一个网站给大家查询这样子。那我们目前的话是我们的 HiPad 这个计划已经在，但是应该是前两次的 Hackathon 就开始了，那现在还在弄。那我是希望可以在这次 Hackathon 我们就把它给正式的把它给弄上线。那我们的 Hackathon 已经在这边已经开始已经弄了一阵子了。那目前的我们的网站大概也有一个大概一个初步的样貌出来，那可以提供一些不同的一些查询功能。那我们就我希望可以再把我的一些之前的一些做的一些研究再把它给那个 port 上去这样子。那我们目前的话是目前是有一些计划，就是可能我们还要再加上一些排行榜之类的东西，可以让大家在查询之余，你在看这个网站之余，你还知道说你还有些什么有趣的东西想要去查去看的这样子，然后就是让大家多一点乐趣这样子。对，然后所以就我们目前使用工具啊，歪掉。对，太低啊。Anyway。我们目前使用工具是那个在网站架视觉化部分是用 Flash 加 Bootstrap 跟 B3JS， 那 REST API 我也是用 Flash， 那后面 DB 是 MongoDB， 那 HTTP Server 是 Engine 加 UARPSGI。 那如果有我目前的人大概就是目前大概有七八个左右吧，五六个就这样子，所以不过经验还不是很丰富啊。对，我自己是本身我没加过网站，那所以对有些可能知识可能还在请教一下这样子。对，是大概就是我们这个目前的计划。好，谢谢。